会喊妈，我在喊妈。我怎么说妈妈？妈妈，然后就看着我说打打。这是我第一个母亲节，以前觉得母亲节好像离自己还蛮遥远的，想到现在也踏上这段路的。没想要很过，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我自己想，王子佳听到什么？应该喊话一下，对不对？今天的那个新闻狂 take 他，母亲节要到了，他今天又会发文，他要回应你。他平常发文会先给你看过吗？不会。他发文频率那么高，我才懒得一天一天看呢。所以你没有每一天都发了？没有，有时候他跟我说，哎，我不是发文有讲什么什么吗？然后我说是，我没看。他有问过他是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天天发文？他是有一个很强迫症。我是强烈的怀疑他有强迫症啊，但不好意思直接的问他。那等一下他开心就好。他只会喊妈，我在喊妈。我怎么说妈妈？妈妈，然后就看着我说打打。他比较好，他以后有事找他爸。可是我有久了有点难过，一开始觉得哎好啊叫爸爸，但是现在颇难过的，就是我再怎么，他最近都连 daddy 都要开会讲，还是没有妈妈。daddy 都会讲，他都会这样，有点微微的发出 daddy 的语气，但是就是没有妈妈。这个妈妈跟。妈咪，妈妈又很难发这个音。对啊，那你这样走心伤心了很多年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你自己的。当妈妈之后比较容易脱离，比较什么？容易脱离，会就比较。我觉得对小孩也是，每天他看到谁笑得比较开心，其实我都有自己的在。就是如果在今天他看到你的爸爸笑得比较开心，或看到妈妈笑得比较开心，会有一点小走心，觉得说为什么不是看到我笑得比较开心？要问开心吗？他就是表面说你要叫妈妈，但我觉得他笑得合不拢嘴，合不拢嘴。你有想过你当妈之后会变得这么的易感吗？就是这么的什么易感，就是感伤，或者是情绪瞬间这么大，这也是当妈之后才有的，对吧？比较容易情绪敏感，之后我自己觉得在乎的事情都可以。我以前就是坦白说，可能你说什么又好了，说又好了，那你有什么都蛮好的，其实我真的没有。现在是看到更多，哎，这个地球以后是个小的市场，就是如果说哎，我可以推广让更多人知道环保这件事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好像让更多人就是让地球更友善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在意的就是这个，可以在意环保，有可能是。